激光厅和锯木厅的区别是什么？锯木厅顾名思义，相比普通电影荧幕，这张类似于把一个篮球场竖起来的荧幕更为巨大，并且呈一点点弯曲，以充分扩展观众的外围视野。而激光厅只用激光放映机放映的影厅，激光投影系统代表的可不仅仅是一系列技术创新这么简单。而是代表着人们对于电影观影体验的重新定义。从技术展现上来说，激光放映机的画质，其他放映技术没得比。